讲一段，啊，无讲出来哪会使？发啦！妈妈，你发啦！妈妈，你给大家吼，是啥拢发啦！啊，对啦，哈，好。啊，第二个议题就是哈，疫情过后，啊，我们哈今天算喝春酒，啊吼，今仔日拢无甲准备酒了。春天就是最清爽的日子。那今天也真的哈好天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哈我们呢，大家哈，咱既然那年哈，这个妈妈好安尼，88年，介绍一下。啊，我安尼，咱今日哈绍兴妈妈无哩来听一下哈，需要哈。拿这个麦克风来带上。六千好亲戚吼，今仔日大家拢到。啊，我是发起人。那妹妹吼，妹妹吼，足紧的吼，伊是召集人。我甲伊讲吼，妹妹啊，咱着大家吼，即有当时啊吼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吼，啊，拢无大家聚会吼。我甲妹妹讲，我讲吼。啊，无咱大家来食一个春酒好不好？哦，伊脚手真好，马上电话直直联络。所以咱今仔日大家同遮聚会，你有感觉足幸福的无？若有，拍手。谢谢咱大家老阿吼，伊在那里讲啊，今日到底是你食啥？啊，今日是大家聚会要做啥？我讲妈，今日吼，大家都是你食快乐，食身体健康。食清净的，足富有意义的，吼、哦！啊，今仔就是咱的聚会在这里，就是安尼的原因的遮吼，这吼，遮尔啊好的召集吼。那我伫遮哩吼，有买落咱中华的麻糍，大家食甜，身体健康，大赚钱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谢谢，吼、哦，安尼祝福吼。一个吼，一块啊，甲啦，因为对遮吼较无许个吼，美莲啦吼，伊来甲咱分好无吼？哦，啊，美莲吼对遮家族吼较了解，吼，啊，即个安尼吼，大家食大赚钱哦。啊，讲到这花枝吼，啊，我来甲姐姐插话一下吼，啊，就源自吼中华吼，啊，这吼我来去啊三姑阿兄伊就讲吼，啊，这吼李乔通啦，这姐夫啦，啊，这个吼姐姐啦吼。大姐姐啦，较有情的吼，安尼吼，啊，就笑笑脸脸的咧。我甲阮姐姐讲，啊，咱这个聚餐吼，到桥园，啊，这桥园吼，这个啊，桥园的这众的姓林，哦，啊，即马你看，亲临在现场。我其他有做咩？结果咩啥哦？阿姑吼，啥个亲戚阿姨，哎，阿哥。妈妈了，啊，好，所有的来宾，嘿，一个小小的小心意啦，嘿，谢谢。三楼，阿姑阿姨，哦，啊，大家这个亲戚好朋友，哦，哇，真欢喜，有阮这阿姐啊，吼、哦，来一只去这种的。诶，活动啦，哦，大家咱咧做伙聚餐，哦，啊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咱这弟弟吼，人嘛生得缘投，吼，嘿啊，啊，伊伫拢吼，伫阮姐姐的身躯边，吼，啊，阮姐姐嘛安尼前前后后安尼甲照顾着咧，所以吼，我咧地主啊啦，吼，秀云吼，啊，今日嘛几年。才看到吼，我那安尼笑脸黏黏的吼，哎呀，啊，好像那个来这里保持那个青春美丽。小妹妹啦，那小妹妹呢？你来帮我打一打。大家平安，很开心今天我们能够在这边一起来享受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个聚餐。那
当然在这里特别谢谢大姐有这个起义，那我也要谢谢二姐啊，她真的为了我们这一餐，她用了很多的心思。我们可以从刚刚一来的时候那个拍照啊，她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，一直在做这个筹划，然后包括这个订桌，然后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聚会，我们要怎么去呈现啊？我想在这边一定花了她很多的精神啊，也耗费了她很多的体力。那很开心今天至少我们能够很顺利的在这里坐下来，要好好的来享用这一餐了。那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，那也请大家呢好好的来享受这一份餐点，那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与祝福，在这个餐点里面能够体会到我们大家的用心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谢谢这样贤惠的女儿，来给我做看守吼。阿姨安尼，一世人都无跟人计较，非常的实在，伫社会上跟人伫咧奋斗。啊，甲遮囝儿时势吼，教育啊足好，足实在，会当使阮。给我做家后，给我帮助我这个家庭吼，给我成立一个真圆满的家庭，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丈母，伊今仔日会当讲这尼啊欢喜，看到遮囝儿事事，甲亲戚好兄弟姊妹会当来遮。会当这样圆满，甲大家团圆的，咱们聚餐哦，感觉非常的开心。阮丈伊是一个非常实在，从来袂甲人计较，做细做做细腻的。哦，所以我感觉我做伊囝婿，虽然我是大汉囝婿，但是我一向我拢足尊重阮的丈。啊，阮三个大细先的吼，讲真正的，嘛对伊非常的。尊敬，伊对遮事实完全无计较，拢是完全的付出哦。啊，所以讲，伊是一个做传统的咱的中国妇女哦。啊，所以我感觉今仔会当得到我这个这么水的贤惠的太太，总归一句话，都爱感谢我的丈，谢谢。啊，当时呢，我非常啊，感觉讲咱遮好亲戚吼，遮亲戚朋友吼，大家身体遮健康，我就看到足欢喜的吼。啊，大家吼，一个有一个年会吼，总是家己身体过好，这才是在咱的啦吼。钱这是一个。自制游戏，然后感觉讲，迄是真重要，有够嗨就好，身体大家顾好。啊，最后我啊，祝咱大家吼平安，家庭和睦，谢谢。姐夫，姐夫，啊，那个，你那边好，我特别的来介绍哈，二姐夫跟二姐哈的家族。然后极力的邀约大女儿的家族，然后大女儿的家族全部到位，外亲给请，有啊，等下亲给请马上跟你讲好了，但是呢，我今天要靠过来，都是朋友结婚后十年哦。啊，我迄孙那才叫阮外公外婆啦，但是吼，我吼亲家亲母吼，足幸福的，因为吼他的家族吼，我这大汉仔变吼家族吼，珍藏报国，所以吼，你先搞阮这个吼，二姐夫拍婆阿姐吼。去年呢，这个严富庸哈，他的安神哈，有一点哈受创的哈。那在这个受创期呢，他非常的坚强，
也非常的用心去把自己的身体调养，那目前呢还在调养间。好，那这个调养当中呢，我都一直跟他说啊，你平时讲话呢啊，给人讲课讲课啦，嘿啦，好啊，但是哈、还是要继续调养啊，希望大家哈继续来做好好哦。这里族群来的啊，网络的来啊，这几回哦，一旦安尼含只笑的，安带来带去，我感觉这嘛是一个真快乐的代志啦吼。啊，而且因为较歹势就是讲，有的我较无熟，但是我知影讲只有阿姑吼、阿姨娘、阿姨啦吼，啊，咱这里算经过的啦吼，啊，搁这边啊就是讲。阮西面这边的这个阿姨啦吼，这大家拢一个是一个真好的一个，大家一个亲戚关系，叫今日来这吃饭，啊，我会当参加，这嘛是真正是足荣幸的啦吼。啊，多谢大家啊！过来就是讲，可能因为拄好有讲过这个疫情的关系，啊，大家拢真少的做伙啦。啊，我嘛而且趁这机会。邀请大家来，欢迎来到啦，啊，来大家来聚餐一下。啊，这代志呢，我就来麻烦阮的前，吼、哦，另外我等咧厝啊，就了来去外啊，或者咱这里阿妈这传过来遮，吼、哦，咱就特别个安排一下，吼、哦，好，谢谢。哇，好，你叫讲有水无？啊，甲我妈妈有型无？有，好、哦。大家，咱这。身体健康快乐。妈妈有啊，我们来接看大家。大姨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吃饱哩。啊，祝在座的各位亲戚，大家拢身体健康，事业拢会当做发展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姐姐。我们寿星。还有机会再过来。来，快乐家族就是这样哈，哎，那个随心随意来的哈。那我今嘛请咱的给上阿姑，叫阿姑讲好话。你介话是你啊，我们家也要开阿姑。对啊，阿姑人好。祝你哦，都系身体健康。大家都唔生气，唔紧张。祝你嘅生气，我特别祝你，祝福你嘅身体健康。哦，谢谢。恭喜啊！我嘛无甲阿姑啊听啊，哈，阿姨啊，讲今天有咩特别事？来，快大家身体健康啊！大家祝福，谢谢阿姨。谢谢哈，首先哈，祝福的阿姐嘛，身体健康，生日快乐！啊，今天来个姐姐，看到个宝，阿婉呐，为了能见姊妹，大家足用心的，足温馨的，会当来主持这个大邀的聚会，还是想做看看。
我们未曾磨练过，阿龙未曾。你，你到罗龙也未吃，你无生气哦。没了没。啊，你个辛苦了，好吧。身体健康，哦。啊，身体快乐。啊，就离我，啊，大家若有机会，拢来我厝里，也是公司拢会使，拢来哦，来欢迎，谢谢大家。他的工厂在神冈。今日好。哦，啊，这老的，哦，妈应该是一个应该在平山讲话，伊吼，哎呀，好啊，大家拢来叫个生日快乐吼，啊，哎，各位亲戚好友吼，啊，大家拢会当来金花园来参加吼，啊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Come on, come on.
会的。你那个不太要紧的。来来来哦。士官呢？士官也有薪水的啦，然后
他现在自己都会照顾自己。其实他还没有当兵之前呢，他就一直都是在餐厅里面当服务员，所以他对这个礼貌、礼仪，还有这个餐的这个如何上菜、如何收拾他都很有信心，也很细心。谢谢姑姑，谢谢他。